好，我是小雨，今天为大家开箱看看魔盒。哇，黑金配色的包装盒，很高大上哦。那我要开动喽。磨砂工艺的机灵盒一枚，大气简约，居家首选。蓝牙遥控器一只，手感超棒哦。电源线一只， HDMI 线一只，还有说明书一本。高级的包装，简约的工业设计，赞一个。拿出你们的小本本，重点来喽。第一个亮点，看看魔盒的闪回国功能，不同于普通应用层级的微偏技术，是直接植入到物层中的，所以不限时、不限流，超稳定。目前这个技术是全球独家哦。那我们现在点开来看一下，我们看到现在爱奇艺、优酷、腾讯都已经直接放在桌面上了，真的是非常方便呢。我们点进去一个看一下，哇，好多好多好多新剧呢。我们点进去测试一下，超清晰、超流畅、超稳定，看看魔盒真的是非常适合我们海外华人华侨追剧看电影的。第二个亮点，看一眼可以看300多个电视台的直播频道，涵盖了央视、卫视、港澳台等超多好看的频道，真的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看电视哦。那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电视台，而且操作非常的简单，和普通电视一样，特别适合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去观看的。除了直播频道，它还有许多其他的功能模块，其中最有亮点的就是加入了儿童教育的部分，单独的模块设置对有小孩的家庭十分友好，搭配海量的儿歌、动画片、学中文等内容，让孩子的童年在快乐中度过。无论在忙，给孩子有意义的童年都非常重要。最后介绍一个超级棒的惊喜，看看魔盒还有体育频道，你想看的世界杯、NBA、英超、意甲，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全部的直播和回放哦。相比一年动辄上百上千欧元的点播费用，简直是超级福音了，有没有？用省下的钱给女朋友买个包包、买件衣服，它不香吗？送爸妈，给孩子组织去，看看魔盒，一款专为海外中文家庭打造。